这部电影绝对是无敌天花板级别的，惊悚尺度已经达到了满星。就在刚刚，男人无意间找到传说中的长生不老树，高兴的他立马拿出刀子插进树干，没一会就从里面流出一股白色的液体。就在男人一脸懵逼之时，一滴汁液掉落到地面上，原本枯萎的草地瞬间就长出一颗大白菜。如此神奇的一幕让男人感到激动不已，显然这些白色液体有再生功能。于是男人赶紧把一些汁液抹在伤口处，结果伤口不到一秒就奇迹般的愈合了。见到这里，男人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兴奋，立马就迫不及待地扑到树干上猛吸了起来。下一秒，男人就感觉到全身充满了力量，仿佛升到天堂享受天伦之乐一样。然而就在男人陷入在幻境中无法自拔时，腹部剧烈的疼痛把他拉回了现实。紧接着在男人一脸的惊恐中，他的身体开始不断地长出了大白菜。非常精彩炸裂的一部奇幻冒险电影，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观看原片，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。